吃昨天买的肉桂卷，他们家的。哦，我是很少吃到那种酱很少，然后还很好吃的，所以我就，而且它的肉桂是这种肉桂卷，它的卷法跟一般肉桂卷不太一样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是很香。拍完影片还蛮容易累的，就是会很想睡，所以等一下就带狗狗出去散步走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回来剪刚刚的影片，应该就不会那么想睡了。I don't know what this is.
你是不是要流口水啊？咦？太多太多。怎么会？太多？你怎么办？你这是浓缩版的吗？Let me hit it。你要少一点吗？好啊。可是昨天是不是很好吃？对，你就照你的。谁知道你有时候你就是也不吃。然后我放在这边，就是让它晒得到太阳，但是不要直晒的地方，就要有阳光，然后让它是立起来的。今天是长这样子。